找到这位不得了了，影视歌三栖啦，也得过金曲奖啦。那他的歌你熟不熟？嗯，就有听。嗯，然后经典的都会唱，都会唱哈、哦，就是你的偶像来的，对对对，人又帅气。我们掌声欢迎黄文馨。黄文馨，2007年参加第一届超级偶像荣获亚军，2011年以专辑《天地》荣获金曲奖台语男歌手奖，近来转战戏剧圈。成为影视歌三栖全方位艺人，我们有一点台语歌坛的福山雅治的感觉，有哎、欸，有这种气质哎，哦，好帅哦！现在最近在忙什么？请问一下，前阵子刚拍完八点档结束，对呀、啊，现在在休息当中。今天你要来帮这位我们的温修迪啦哈，他你们要唱的是。哦，我要唱的这一首是我的之前发的台语专辑其中一首歌曲。那这首比较特别，它有点像是台语版的左右为难。哦，叫三心两意是不是？是哦，那你觉得它怎么样？还行吗？我觉得还不错。哦，很有潜力。很有潜力、哦。对对对。不得了了，那你就专心了，在台语界发展，好不好？他一直想，有时候唱清风的歌，你知道吗？对，有时候还想 rap 一下，哦，对啊，有时候又哔一下，干什么呢？所以其实专心，好不好？专心做一件事。今天要从这个黄文馨的身上学到很多明星艺人的特质了、嗯。在这边我们就来掌声，来一起收听《三心两意》啊！谢谢。謝謝选择咱啥样爱，电话那边是你久久的无奈。若是会当选择，希望固定来，友情甲爱情拢袂受伤害。伊的相片。咱伫床边，也是满心悲哀，想要家己离开，重新行一摆。两人的世界无我存在，是我不应该来你阮心内，只有时间，予咱三心两意。变成所在，是我不应该放伊伫阮心内。当初是阮带伊做成一款买卖，就无来想着伊是你。刚刚是谁跳唱下一段歌曲？我。然后果然我们这个前辈是比较有经验，立刻迎合你。对。然后第二遍又来的时候，我就在冒汗，想他们那你要唱第几遍？哎，又重唱了一次第二遍，这果然是有经验的带领哦。请问阿姚老师，觉得两位帅哥如何？文馨的那个歌曲的那种酝酿啊，情感面真的非常的浓厚哈、哦，包含你的音色，刚好在歌曲里面就是恰如其分。那我觉得齐峰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模仿对象哈，应该是说，因为你也唱台语歌，其实你的台语歌有另外一种风味。但是如果跟起一个这个黄文馨在你旁边这样唱的话，我会觉得说你在情感面上就显得好像是一个小孩子跟一个大人在唱歌。好，容我这么说，就是在那个音色是有，但是那个情感跟历练，这个其实也难免，因为历练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丰富。好，先谢谢我们的学长，谢谢。谢谢。
绪光和黄文馨演唱的《三心二意》得到的分数是20分。谢老师，你又出彩了。不过很满，还算满意的、啊。跟老师合作就是会有很大的自信心，这样。因为老师他会一直鼓励你，希望他以后能够多加油，多吸取一些经验。谢老师。